没错，毕竟京都是以前日本的首都嘛。其实京都的话呢，是仿照我们中国以前那个长安来建造的。城西呢被称之为长安，城东的话呢被称之为洛阳。京都历经风雨战火，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的，因此能够被保存下来的也是少之又少。二战时期美国空袭日本的时候还特意绕过了京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说服美国说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，因为呢他们实在太美了，所以才能完整的保留至今。这些呢不仅仅是属于日本的，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。我妈看到可能会感动哭。孩子长大了，我终于知道劳动人民的辛苦了。知道了，妈妈，平时真的很辛苦。是的。OK， 搞定。哎呀，你看那个好油啊！没有，还要再擦一遍。用酒精擦吧。啊，用酒精擦。哦，啊，这样就很干净了。嗯。哎呀，好多盘子。啊！哦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老板娘看你这样真的好吗？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。是的，一起下次有机会的话再一起去看展。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多带点钱吗？刷刷洗刷刷 ，One Two Three Go， 刷刷刷刷，加油洗刷刷，洗完刷刷就可以吃饭，洗完吃大餐。寺庙都是要洗手的，大哥进门洗手，来进门洗手一下，抛弃世俗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。好了好了，白裙三傻 ，Go Go。大人三百，我们是中小学生，两百块就够了。你是小人，有很多小学生他们都过来这里秋游，很适合过来旅行参观。好了，想好了，走吧。我说的不是你，是风景，好吗？风景美人更美了，真的，尤其是那个清水舞台，你们听过吗？哇，清水舞台，对，那是日本特别有名的一个景点，已经算是国宝级的，国宝级，对，而且有名侦探柯南的一个剧场版，迷宫的十字路是在这儿取景的，小兰跟他的朋友就是在这儿。こんな素晴らしい景色を。天哪！可以，天哪！要拍到清水舞台。好，一二三。
顺，分别代表着财富、健康、智慧、健健康康的。去接了那三个水，这三个都拥有了财富、健康、智慧。可是我想买一个给家人嘛，昨天给粉丝买过，这次给家人也买一个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对，一人一个，就一个嘛，可以，可以的。那对，我们已经没有钱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更省一点，不一样，健康一样的，都是健康的吧？耶。家人送给爸妈，希望会有效果。希望妈妈身体健康，家人身体健康，健康最重要了。原本的自己，我腰痛死了，一身轻。嗯，我觉得日本的服饰呢，还是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。是，废话，我们那个汉服，对，汉服特别特别的棒，还是喜欢便服。对，还是蛮有，就是尝试了一下当地的风格，还是体验一下就可以。真的蛮累的，到时候。现在脚终于不用再这样子走，对，不用这种小碎步了，再迈大步，大步流星了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现在街头时尚，我带你们去个神秘的地方，哪里啊？去吧。日本茶道，一种艺术生活，属于美学、心学层面的生活指导，不仅是享受，还学习了茶理，陶冶了性情。日本茶道不仅是重在培养审美观、道德观，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升华到文化的规范和理想，我们体验着日本茶道的精髓。是这样吗？嗯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然后，你刚刚手势不对，他要跟在对对对上面，要很含蓄的喝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要再来吗？哇，好喝，有点苦苦的抹茶的感觉。你喝，我喝，你喝，谢谢啊，我喝。你再让我呀。茶味很浓，那边的茶怎么样？很好，欧云系的，谢谢。抓着这个碗，想疯狂的刷脸啊！加油！哎呀，真不错，是吧？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师傅不得罪人哦。嗯，大家都很棒。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一身轻松，现在我刚刚都不敢大声说话，整个人都好紧绷啊。对，我就是喝茶的时候，尤其是师傅给我的感觉，就是整个都非常宁静、平和。走慢一点，脚都酸了，感觉身心都被净化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有一个纸，一个纸。哇，这么干净的京都，居然有一张纸，谁家的？漂亮。我们现在看到京都非常复古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很潮啊。我们在这拍一张自拍就行了，是这个古今结合吗？导演好像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意思？所以我帮你们俩提前百度了，就是京都，因为它整个都非常古代的氛围嘛。最现代的地方就是京都塔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去那边要拍照吗？我们要拍个京都塔和这些古代建筑的一张照片，考验摄影水平的时候到了。去把好照片，我们就吃饭了，耶！走，快跑快跑，我是第一名。抬头转一圈，哇，这里好多电线杆哦。干嘛 ？Hello， 给你比个爱心。京都，我要撞墙上了，快往那边走。走过去。曲家集隆重之城。神经病！你让我出话，我出话登场。出话登场。就是那个京都塔。
这不就是吗？哎，不是，这不就是啊？五金找到了，太棒了！快点快点拍照拍照完成任务，来足迹啊，很好。怎么找一下角度？找一下角度，不要挡住它。对，就这样吧。大片，大片。预备，时尚三傻。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，好兄弟。那我们这次已经完成任务了吗？对，导演，我们完成任务了，可以去吃大餐了吧？可以吗？耶！直接吃！哎呀，我要吃什么？我想吃咖喱饭。不要，我想吃寿司。那三文鱼头好不好？鱼头。这叫什么？豆腐。这个也是豆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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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为什么都素的？我帮你们挑的呀。你不能花钱花在点上吗？很好吃啊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是，你看这叶子是什么鬼？紫苏，紫苏，紫苏，叶子也能吃，有一种。